咁详细到我嘅过去，咁就要从我嘅乡邻往事开始讲起。我们这一家，真系讲得像用千言万语都讲唔晒。我个人比较早熟，但系我有一个好爸爸，佢可以称得上系三合好友，我都叫佢做福伯。 有一日，佢跟咗佢嘅同乡嚟到香港，嚟到做省港骑兵。省港骑兵，佢就系咗一个地方叫做九龙冰山，喺里边撞咗一个大石佬，搞咗坛电背山，多咗个石壳叫做。 着性，着性，佢留低俾我老母嘅，亦只系得一封情书，信里面写住亲爱的，如果天若有情，忘不了的话，就保持通话。大饮茶，睇完呢封信之后，我妈发仔搵女人40周围揾咗间舞厅嗰度做监计，表面上佢系谈谈情、跳跳舞嗰种。 其实佢嘅原则系我不卖身，我卖子宫。你老母真伟大，请问你老母咧喺边间舞厅做咧？我知百乐门，新精武门，好舞厅。佢呢间新精武门变咗个黑社会，呢个大佬系条古惑仔嚟，佢只手遮天。 只手遮天咁犀利，佢嘅势力一定好大噶。边个社团叫咩歌咧？强恨歌，呢个强恨歌，当然想同我老母啦，但系我老母犀利，每一日都家有喜事，更有姨妈的贺宴待生活嚟探佢，当然。 都支持我12夜，到最后都系做咗阿嫂。后来呢个强恨哥佢江湖告急，佢逼我老母改咗个西人名，叫做伊莎贝拉，要佢拍西片 AV。 令老母嘅一生实在太传奇啦，部 AV 叫咩名咧？石着两点雪爱嚟。 一定系一部好淳朴嘅作品啊！其后佢参加咗四仔旅行团，但系始终都系四条大路通阴间。冇几耐，迷失东京嘅我老母，亦都系逃唔过呢一个窒息。我带住我老母系个遗体，用一半嘅喜水，一半嘅火焰。 下一站天光，但系可恶嘅长恨哥冇放弃过追杀我，佢仲落咗标杀令我十面埋伏。咁最后点啊？最后点啊？最后点啊？最后冇事，吓得我啊！你咧真系好熟电影啊！ 虽然你嘅名台好坎坷，但系只要你真心爱生命，生命会因你而动听。我呢啲系非常青春期里边嘅热血青年，最后绝对不会喋血街头，一定可以豪情盖天，纵横四海嘅。其他嘅嘢。